谢香槟，谢谢香槟。爷爷不是说大战盟的不能只抖三十，真的耶，我大战盟只抖三十块，成什么体统？好歹三百。好啦，我们今天来做一发紫色的东西，剑琴。哇，谢谢。哇靠，他直接抖三千，琴哥，琴哥，琴哥，最近钱都到满出来了。哇，谢谢小易，感谢小易。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像不像 YouTube， 好像一期直播，怪怪的。两箱万能药，小文你点吧，随便点。点下去。好，只要五罐就好。哎，五罐太棒了，五罐也可以，五罐很棒，很多啊，五罐是最大奖。Ariel， 给你点，随便的。老王本来就有追踪我，老王假的。有啊，就像我也是追踪于小文追踪六年啊。请到我这里叫，来吧。哎。情同姐妹，五加五等于十。好了，要请喝饮料的，赶快啊，赶快！小文开台。反正你都不会中啦，其实你做什么都可以啦。中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上次有一个人说什么中什么，有人用屁股榨甘蔗，结果那个人真的用屁股榨甘蔗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传过来给他看，有一个人真的用屁股榨甘蔗。观众，我的观众，他传给我们看，我们全部都拒绝。有一个说中了，他含蛋蛋头转，头转。好，我做一发手套，一个裤子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中一个大概十五万台币。15万台币。来，一、二。三，四驱，不要，拜，失败，没事。哎，他上个月不请我们来，没有吗？干，他中我鼻孔差两根热狗直播，鼻孔，哎呦，我有看鼻孔，中中中中中中，拜托，成功，不太急啊，爷爷来，我现在心跳，我来，他要做什么？没有，最高级啊，醒嘞，我现在心脏跳好快，啊，这个你不要问，不要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碰上了，碰上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小文老公站出来，你澄清一下，我没有碰到你。老公站出来，不是应该有算性骚扰？我刚刚要碰黄阿嫂，我没碰到吧？没碰到。这应该有算性骚扰，要不要告他？觉得是性骚扰的，帮我打性骚扰。观众都觉得是骚扰，你看。我没有骚扰，刚刚不小心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天堂有很大的魅力，就是抽卡。颜色的 label 是这样，你开到绿色就是最烂的。对，但是如果开到蓝色、红色、紫色都不错。那我随便按就对。开到紫色，今晚就吃和牛。需要律师吗？绿色，绿色没差，保底嘛，保底。对了，非洲之点，走。这个感觉就是绿色，看台面就是绿色啊。丁力勇，丁力勇，来换爷爷了。我很怕我中红色，你中红色啊？自信之点都是绿，是不是很难中啊？紫色几率，这是没那么好中啊，但是啊。哎呀，你们一人再点一张吧，随便玩。干，里面都绿绿的。对，这有一张紫色，有一张紫色的，有一张紫色的。这个六绿很正常。大概99%是绿色的。好绿哦。连紫色都没有，蓝色也蓝色也不错，但是这个好最烂就绿色。没关系，你还有一包机会。还有一包，来。我觉得你下次是要看日子。笑。加油。哦，这个还没有不错，这个很有机会是蓝色。这个很有机会是绿色。蓝色。绿色。蓝色。绿色。红色。绿色。红色。红色。绿色。我觉得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收获。今天哦，你今天就是做公益啦，我们做公益给橘子。真的哦，今天如果粽子晚上，我们直接去吃河牛。哇操，这样也行哦，告别红面派对。哎，真的我没有哎，干好火的。反王哎，我没有反王，你们知道的吧？耶！干他妈的好帅，反王哎，好厉害哦。这个可以握手，因为我穿红色的衣服，所以才这个握手。我们性骚扰啊！性骚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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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性骚扰。好啦，过气给他，赶快。这个手有点厉害，来，当我我好感动。今天提升了，今天有收获了。干嘛太晒了，有了，可以下个月再来，下个月再来，再一张紫色。这包很好，蓝色还不错了。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没有穿红色，你也不会中反王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再一张紫色，紫色，紫色，晚上喝牛，紫色，紫色，哈哈哈哈哈，也不错啦。哎，看这样来了，这张好好哦，哇，这张这个看这张好肥哦，非常低，不错，你玩过，玩过，紫色，紫色，没有，紫色，这把好嗨哦，红的，红的，红红红红红，哎呀，没关系啊，哇，哎，看这两个来宾好嗨哦，好嗨哦，头发，没有，我也很嗨哦，最后一张，紫色，三个人一起好了，看你就是想把手，我就想要一起对，怎么样？那我这样我放最上面。3、2、1，失去。来，老王说话，老王说话，红色，红色，红，没关系，这卡面很好，表现很好，哇，现在眼睛很好了，我这超强的，你看我的反王多什么东西？哦，好了，赶快收一收了，好啦，收1万就行 ，MP+50，最佳情侣，哎，什么意思？
可以歧视。好，我们就是今天要跑卡池啊，今天爽歪歪，方便加一。好，感谢你们今天来，今天下次绝对有机会把你们。你们看过半女？他还装假奶。为了满足你的观众们吗？不是不是，他就自己硬说要穿女装。不是我，你有这个癖好？你们要不要让我讲句话？我觉得今天的高潮其实不该只有这样，不然我们请两位帮丁丁化个妆好了。赞成的观众帮我打加一好不好？也可以跟我们换衣服、啊。我靠脸吃饭的，大家都想看都加一了。加一个屁啊！我上次办女装之后，游戏里面一个朋友女生，她是卖内衣的，她问我要不要帮她工商内衣，直接我办女装，然后穿她内衣。为什么不找女生工商内衣？她是认真的，谁要看你穿内衣？她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噱头。她想的不清楚，叫她再跟我透回去。把马桶塞吗？塞我。马桶塞是谁啊？看你们好有默契哦。人家是亚洲桶神，这是马桶神。哪里像桶神？干亚洲桶神啊！国民党旁边打了，你是唯一加桶神的，我欠息。而且他的图片还被做成了贺岁图。鲨鱼哥，牛奶鲨鱼是你吗？有人要来自杀了，对，有那个观众要报名核子变的，现在啊，报啦，账号交出来，一起合一合啦，一起死一死啊，敢不敢？如中马桶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登入了鲨鱼哥的账号，还有要合的话，赶快赖我。鲨鱼哥说合一次结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帮他挑四张卡。这三张重复解开，四张红娃，这个合完，他叫你用嘴巴唱触电，有一个人唱，然后唱对对对，我观众他就是用屁股榨甘蔗那个，啊，真的他，对，放给你听，唱歌真的很难听。还有假音耶，不想听的，来这个吧，子娃，鲨鱼哥的子娃，鲨鱼哥有没有要祭品的？粽子抽一单，有好，来吧，各位一样，这个刷紫色的，直起来，直起来，你们决定吧，随时 anytime 可以点。大家刷完了吗？来啦，鲨鱼哥我来喽，鲨鱼哥，鲨鱼哥，三、眼睛好张，一，来喽，啊，在叫个屁啊，还没开始，来，我还没开始。这两个好还好笑，他们两个可以哇干都知道哇哇，不用叫了，没有不用叫了，没有没有没 有, 沒有哇，可他台面很好，他改的啊，鲨鱼哥，鲨鱼皮哥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，变鲨鱼烟了，他叫你转一次红娃，转一次红娃，这种来宾要常来，来你们要帮鲨鱼哥转一次卡，他这个已经是红的，可是如果你等一下出来的是青蛙。或是这个什么很奇怪的女生，就中奖了。好，鲨鱼哥来喽，转转喽，鲨鱼哥，重新抽取。还有还有还有，你们等一下拍太早。还有，看他们在嗨什么？好嗨，好像好像什么什么什么，好像没有半个中。你们来播天堂好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啊错赛全都有。鲨鱼哥辛苦你了。然后有另外一个，还有勇者三号，每个人都想死在你们的怀里啊。四月份再来，好，登录了。你看他 M 型，他说合一次娃娃，这不是秃头好不好？我只是发际线高，有像有像，对不对？请尊重红变直播主，我们下个月就让你变紫变直播主，没问题，有这种自信。哎，这个账号是二区地狱犬的一个紫变客长，那我们今天要帮他合一次紫娃，他这个账号是目前是没有紫娃的，所以如果你们帮他合到，这个账号就翻身了。来吧，合成，来。来了，来了，来合成下去，还要点一次。只要这个观众韩蛋蛋头转粽子抽两单，加油，韩蛋加油，韩蛋加油，韩蛋加油，韩起来，韩起来。今天如果三个账号都没纸的话，就知道谁家很衰了，谁的 IP 有问题啊？来吧，韩蛋，我们来了，韩蛋蛋之点，有机会吗？有机会。全部是红哎，一张纸都没有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有几个？没有，没有，没中，没有闪电。纸，没有。哎，纸，这是红是吗？很像，很像紫色的红变，这是很像紫色紫变的红变。死去，你就找一个红变实况组合纸。紫色啦。蛋蛋头转哥，你要收卡还是要转卡？钉钉发了，受不了了。谢谢韩大哥。不然的话，你们这透过这个要金老板。金老板抖内，蛋蛋哥说，因为你们两个在，所以他直接抽一单。哇哇！送三千元，送三千，直接送三千。可是我先讲，你们不用兴奋。蛋蛋哥，各位观众，这一单小弟我直接收了，我就不给你们，我抽自己可以吧？可以吗？愿意吗？我
我的观众应该很愿意让我无耻一下。你要3000，你要这一单干嘛？爽啊！这一单对你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好好好，来，现在我们真的很渣哎、欸！打一个字，现在打一句话。点点点了。黄魂，你不要哭，你们对很尬、欸。等一下，点赞、订阅、复制这句话，我从靠背啊！你们这些免费仔想怎样？被骂臭乞丐、欸。真是尴尬男，他手很抖哎、欸，没有我在，打字都打不好，手速超快的。你看他们多缺这一单，还敢讲我你？你们想不想要嘛？我收你们靠背我啊！你们现在收啊？哎，你们看看这群嘴巴上说不屑，心里面很想要的人，好多、哦。我平常直播其实很冷静。OK，Stop 好啦，今天直播感谢你们的收看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老王，老王，请讲。老王，你要说什么？老王，还有你。老王抖内抖起来了。老王已经抖了2000了，不要再老王抖了啊！上次老王有一次有一个女生上镜头，直接老王丢7500。好，老王不够漂亮。不要逼他，不够。老王这句话很凶。今天感谢所有来看的观众，也感谢有抖内这两位美女的伙伴们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追踪他们两个的 IG。也要追踪我的频道其实可有。谢谢老王。我爽。I stay you。你平常这样是怎么？你平常这样会怎么办？飞吻，都飞吻给他。爱心，爱心，爱心。老王。好。今天节目好看，平常不好看吗？平常是蛮不好看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。我是丁丁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拜。